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美国的 FBI 其实早就盯上了陈菊和林峰，那他在被审讯中也承认接受中共的命令，在海外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就据中共办事的人来说的话，在美国可能走一步就是一个陷阱。美国司法部啊，已经逮捕起诉了多名海外的这个知名侨领啊，以及中共的代理人。最近十年的中共的这个特务专门影响美国政治人物的华人呢，是明知道他是特务，未必会抓他。因为可以通过他发现更多的人，这个就叫反间。蒋干的就是曹操的这个特务统战人员去了周瑜呢，这个被反利用了。其实专业特务你是看不出来，就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就很显眼的人。这个特务的活动啊，最重要的其实是在内部制造这样的一种不信任和这种混乱。中共的情报工作是所谓这个人民战争的模式，大部分依靠的是业余特务、线人呢，通过这个经济利益、金钱来实现。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